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亚马逊服务条款越来越苛刻，卖家发送邮件如何避免联系受限？二，平均而言，它等于平均每日订单量的五倍。七， FBA 订单发货信息邮件，如果你的订单是由亚马逊配送的，那么就没有必要发送发货确认，因为亚马逊已经自动发送了这些邮件，他们希望你不要重新发送类似的邮件，以避免潜在的混乱。如果你仍然决定发送发货确认，那么最好确保它包含有用的信息，这可能包括各种必要的附件、重要的产品信息、产品手册、Contact Us 链接等。向亚马逊客户发送电子邮件的正确做法：一、和订单相关的信件不要超过一至二封；二、在要求产品评论时，尽量避免使用条件语句，例如 If you are satisfied with your purchase, please leave a review。 如果你对此次购买感到满意，请留下评论；或 If you have any issues with your item, please contact us first before leaving a review。如果你对你的商品有任何问题，请在留下评论之前先联系我们。三，在邮件中最好避免以下触发词 positive 等等。如果你遵守这些简单但重要的规则，你可以确保电子邮件将完全遵守亚马逊的服务条款，并给你带来大量的产品评论和卖家反馈。好评对转化率的影响有目共睹。如何通过亚马逊邮件向买家锁屏，移除差评？现在报名亚马逊全球开店跨境峰会，大麦教你巧妙锁屏，打造满分 listing， 报单不再是难事。